大家要给信用卡设置实时通知。我刚才收到了一个信用卡通知，然后我仔细点开去点进去一看，发现我今年夏天注册的那个钢琴琴行又给我收了一次费。现在真的信用卡给你花费太方便，他们在你注册课程的时候就给你信用卡放在系统里记录起来，然后你有可能被收了费还浑然不知，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信用卡设置好通知，每次你有什么交费记录之类的，他都会给你自动弹出通知。我刚才已经跟琴行打了电话，弄清楚了他为什么又收了我第三次费，因为我之前两次确实我有点疏忽，他给我收了两次我看到的通知，但是我以为第二次只是说给我一个回执，第一次可能没有给，然后我就没在意。这第三次呢，我就注意到了我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通知，然后一看他邮件里给我发了一个回执，然后打电话问了一下。先给大家说一下背景，我是买了暑假的巴斯克的一个包裹，它是网站上写的是这个暑假巴斯克包裹，然后学费是多少钱，我就以为它的学费是巴斯包，而且当时我当时最开始在注册课程的时候，他也没给我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其他的详细没跟我说，我当时也问了，就说这个学费多少钱，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他是把八节课说平均下来按每个月三节，我不知道怎么算的，每个月三节课那就是九节课呀，我是八节课的包，他说每个月三节课，然后就按就是每个月平均下来啊，我有点迷惑，每个月平均下来就三节课，然后相当于这个学费是每个月都要收我的费，就相当于这个学费交了三次，这个学费的这个它网站上显示这个乘三，然后再除以八，就是我每节课的价格。我真是感觉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的知情权受到了侵犯。但是确实这样算下来，其实算钢琴学钢琴里面费用算是平均吧，也不算贵，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应该跟我提前说清楚，你这个很复杂的计算技巧让我怎么会猜到你会这么算，而且最开始你一点东西没有透露就说要交这个费，而且不是说每月交费，你如果说 monthly charge 我会明白，我会 get 到，但是你就说你的网站上也没具体说明，然后你打电话里面也没跟我说，我觉得那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不想跟你为这点钱争来争去，那我只能是以后我就不在你这学了，反正外面的琴行有的是很多钢琴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生意的长久之计，你至少你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那我就学，我至少我要知道全部情况，你要给我写明白了，或者说你发我一个单子，像我前两天去看那个见了一个新老师，是一个新的琴行，他们就给我了一张单子，里面详细什么写的非常清楚，每一条多少钱，每一条多少钱，非常详细。还有就是很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八节课的包，它居然比平时按月上课的还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样八节课的一个包，每节课贵将近十块钱，差不多十块钱，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做这个包。今天就说到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跟那边人就是你去注册个什么东西学习什么课程，你跟对方要弄清楚，最好能让他们提供一个像我刚才给你们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或者至少确认清楚的，他们还是要小心他们没有像我刚比到这样没有给你提供全部信息。还有就是信用卡打开通知这样你会第一时间收到，可以第一时间跟他们确认。我刚才正好刷完一个视频让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另外一次被坑的经历。那个视频大概就是说在饭馆里你一定要在结账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单子里的具体的你点什么菜。因为有时候尤其你看到一大堆人还有或者点一大堆菜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可能不会注意，因为这么毕竟这么多东西嘛，你不可能就是你一个一个去看，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呢，他可能就给你掺杂一些你可能根本没有点的东西，就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
当时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觉得那个收银员他是中国人。当时我跟老公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个华人超市，但是结账的时候呢，我就说你先结，我去看一看去拿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正好是那都快结完了，我才赶到，就慌慌忙忙就交了钱。然后拿到那个账单之后呢，我们已经到了车里，看到最后一个东西在末尾，倒数第二还是第三个还是最后一个我忘记了，但是就家里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是我绝对不会买，因为我清楚的记得那么几个东西，我买那个就大概高于$5的，因为一般华人超市里面我觉得大部分平时买的东西都不会说太贵，基本就是$5左右可能贵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小东西，大东西的话就那么几件。当时我是看那个东西的价格，我根本猜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那个看得很一点不make sense to me。然后它还是好像有$8左右。我同时买的比较贵的东西，可能我都记得那几样，所以这是我绝对我百分之百确定我没有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被坑的经历，我也觉得为什么在华安超市还搞这种小动作。我觉得当时很气，但是觉得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在刚结账的时候拿到那个时候在现场，如果过一下我可能跟他好说，但是我当时已经在车那边了，开始往下卸东西了，我才看到那个，哎，就觉得还是自己提防点为好。我突然刚才灵机一动发现了一个在这个上面不需要标记这个高音符号和低音符号的一个技巧，是我刚才自己悟出来的。我刚才本来还想像往常一样，就是在这个一个顺，然后看哪个是高音，我给大家做一下标记。像我昨天就开始，前天还是昨天做标记，然后呢，本来想因为这个是借来的书嘛，刚才本来想就是打印机上把它印出来，所以我好做标记，清晰的标记。但是就打印机，我不知道是打印机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反正就是我印不出来。然后呢，没办法，我就想它一定是有关系的。很多人他不标记，为什么？我刚好最近正在练习这个就是 scale， 然后发现了，它是因为它是 D major 嘛 ，D major。然后我就想 D major 怎么弹，我来找那个 scale 那本书，我来用这本书，就是这个 scale chords of fugues。然后它 D major 呢就在这儿，现在是张脸的这个，然后这个 D major 呢刚好是跟这个 D major 弹下来的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 D major 我就弹了 D major。D major 就是从 D 开始，然后它的高音符号就是 F 和 C， F sharp 和 C sharp， F sharp 和 C sharp， 所以呢但凡弹到 F 和 C 就走上上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被生活所迫发现的小技巧，也不是小技巧，我觉得就是以后再学学，这其实就是乐理的基本知识吧。这也是我自己悟出来的一个边学边悟，开心。